你讲文诶？啊。你提电脑摆啊啦，看你根本心不在焉。郑凯，你奈公心公心啊？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喂，小秋，你找我什么代志？郑凯，你今日去病院给医生看，啊，医生哪讲啊？我是不是应该跟小秋讲，医生准备要帮我做组织切片的检验？郑凯，郑凯，你哪唔讲话？小秋，啊，你告诉我未啊？哎，是我来问你呢。好，好啊，张着啊哈，一进来处理就必得帮起爱的热线，紧出来啦，莫有煮宵夜啦。检查的结果也还没出来，没必要先让小秋替我担心。再说我应该要有信心，我一定会没事。小秋，你也不用几天了，你别太累了，明天早上休息。我现在跟你公司在加班，明天再去找你。好啦，那你不用算，明天早上休息，明天见。嗯，拜拜。郑凯这个模样看起来怪怪，一定有代志。